念佛呀，心中都有需要有忏悔心，才能忏悔我们的罪业呀。不过也并不是很大的忏悔呀，可是念念之间，每拜都提示忏悔心，以念佛为正恨，以忏悔的心为助恨，那么这样的就比一边念着一边拜着，每拜渐渐这个罪业减轻啊，这个佛号能皈依。念听拜，南无诸上善人，学人呢，因为想印一点书，两本小小的书，那么就去用红笔圈点呢，那么印出来是黑字而有红笔圈点的圈啊、线啊、点啊，还好。不过因为时间晚了，那么想到大家这么多人在这坐着，我做主席的人应当负责呀，定的时间晚间这一次想要来讲讲佛法给大家，那么感觉着自己负责任呢，也就负的这个因果，所以就我就勉强来了。来了，我和大家讲的这个佛法呀，不过我来一看，我想你讲佛法为大众都要契机呀，总是契理就是要得一心不乱，这是理呀。那么我就熏一熏各处念佛堂，以及大殿那边过路道上，第一页我看大家打坐呀，坐的不直，你看佛那个坐的正正堂堂，后背不弓，头不低下，头也挺起来，两肩撑起来，不能说是很挺胸啊，都是精神抖擞啊，正身就是在那端坐，这也叫比容易得一心。要是头一低，背一弓，身上一懈怠啊，堆水下来，就功夫就提不起来，提不起来就汤山光阴在佛七道场中。所以说三业呀，都要清净啊，先把身业那么做的端正，做的时候就要正正堂堂，说正身端坐，绕的时候就是安安详详的，稳稳重重的，拜的时候就是五体投地，那么拜到说是地上，头也那么顶佛珠，头也拜到地上，胳膊尽量往两旁，长也拜在地上，膝盖也是两旁开起来也拜在地上，后背拜的要低，显得
谦虚啊，低下，这是真忏悔的意思。不慌不忙，稳稳重重的，举身呢，投地，那么忏悔业障，这一拜拜下去，那真是礼佛一拜，罪灭和尚。那么这深夜无论是坐、绕、拜，都是要如法拜，就是谦虚忏悔的意思，拜到地下；绕就是轻松一点，安安详详、自自在在的。说是彼此我们这么绕啊，那么中间就是观想都是有佛，我们都是在绕佛，身绕佛，心也在那绕佛，不离佛。然后打坐，这所功夫要是进入一心的，这更要慎重啊，稳重啊，好好办下去，做下去。那么能双盘就双盘，不能双盘就单盘。那么讲用定功，就是这时候功夫要落堂，安定下去了。搬一块石头啊，弄一搬椅子，要好好的稳稳重重的坐下，坐在椅子上，石头呢，那么稳稳重重的放在地上。我们身体呢，就是稳稳重重的坐在自己的位上。这所身也如此，口也还是念佛呀，意也就要落堂，脚扎实地，那么心呢要踏踏实实地念去，念到一心。那么还有呢，愿意拜，那么宣长或纠察师商议商议，那么留个地方给大家，愿意拜的人多拜。年轻身体好啊，可以是愿意拜的人，从早到晚都可以拜，做什么都要契机。愿意拜就拜。那么做得很好，我看今天上午就是有人在那安安详详做，那么做的感觉一心了，那么就多做一会儿，以至于少绕，那么随大家的意思。要是做久了，那么拜完了，或者是这所愿意绕，说是金地精行光礼部，在极乐世界那个金地在那精行走啊，阿弥陀经有啊，常以清淡各一个，成种妙法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时时还到本国，凡事精行。那么愿意精行，我们就精行精行，留一个地方给大家精行，这都归巡长和纠察师商议，那么再告诉我怎么安排的。我以为这样很好，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照料大家呀，这也算是法供养啊。那么能使大家愿意拜的多拜，愿意做的那么再多做，愿意绕的就让人多绕一绕，那么都是能使大家得心不乱。以这个功德供养阿弥陀佛，这是法供养来说。还有呢，有怕热的，那么有怕他
太冷的。大殿里没有冷气叫比弱，念佛堂有冷气叫比冷。那么也可以问一问大家，现在不要问，当时在堂的时候或者出来起香的时候啊，明天早晨老早或是早斋后八点了十几点来念佛的时候，先问问大家，愿热的那就到大殿，愿冷的凉的那么就到念佛堂，也是随大家意思好。所以是这个说法要契机呀，我们供给大家修行也要契机。愿意热的你叫他坐的冷的地方，他感觉是冷飕飕的，心里念佛就念不下。那么他怕热而愿意冷，你叫他在那个热地方拜热地方坐呀，满身大汗也不契机。问问大家，愿意热地就坐在大殿，交给热的地方，愿意冷的就靠那个冷气机近一点坐，以及开开电风拜都好，就是气理呀，还有气机。我们这一个佛期呀，我主期这边，我们义德寺道场有，就是少安住持法师，或是诸位担任职务的，纠察师、兴汤师，那么多辛苦，以至于在少安法师在那个厨房啊、大厨啊，给大家做饭做菜，那么这样子都能供给大家，都能贡献大家，能使大家得一心不乱，这个功德无量无边。那么按照因果说，我们这样子办丛林、开道场、打佛旗、办斋会，那么都能使大家最后在佛旗之中得一心不乱，那自然我们也能得一心不乱。以至于我们能今生道业成就啊，往生极乐。所以我感觉是我们出家人以至于四众弟子所作所为的都是说是中外古今哲学中的第一哲学，最合乎人生的道理啊，而真正的自理又能立人，太好太好。那么我们这一个佛期呀，这第一天呢，这经过的观察观察，那么我们就这样办最好最好的。第一，就才是要观察大家的身业姿势做得要正啊，那么绕佛要绕得要稳，拜的拜要虔诚，要有忏悔心，三业啊都趋向一心。那么愿冷的怕热的就到凉的地方、冷的地方用功，愿热的啊不也并不太热，就到那大殿那么用功，但一切一切都分配好。我还想着到这个那么各处的斋堂、疗房、走廊再巡巡，那么再怎么安排才好。要紧呢，那么洗手间呢，各处啊要公共道德，维持清洁整齐。给大家说是在佛到了佛门呢，一切处都是清净，没有晦气，
啊，一切处都是干净，不肮脏，虽其心境的国土净啊，那么虽其我们的那么住处清净，而心能清净，而那么能生到净土，都需要这样照料。我都要负责，诸位也跟着我负责，帮着我负责，趁着大家的功夫，共报佛恩。讲起来用功啊，就是归因无二处啊，方便有多门，但有一心这个一字，佛就开就讲六度，六度究竟布施、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舍的万缘放下，舍得彻底，这个心里自然水落石出，就是这一面清净光明，磊落的心，这是无量寿命、无量光明，舍得基础，那么这个心就显现了无量寿命、无量光明。世界吃的基础，我们从佛性、自性、清净的本性，说是最善良的心，天理，就是法宝，良心就是佛宝，自性的佛宝，我们以天理良心有佛性持戒，处处都那么如法如戒法，那么就是物不从此法界流，物不还归此法界，我们以佛性良心天理持戒，完了还能开显我们的本有的良心，这是天地良心本有的我们的佛性，以光明照耀一切，那么光明也能显我们的心，这是物不从此法界流，就是从此本觉离体真如自性流，说的浅处就是天理良心持戒，而那么又开显我们的天理良心，物不还归此法界，这是按照戒说。按照忍辱波罗蜜说呢，遇这个人也忍，遇那个人也忍，走到这地方也忍，走到那儿也忍，那么早晨也忍，晚间也忍，无时无地呀，随时随处的都晓得忍，忍到无声，无声法忍，也是归到我们佛性，我们也是归到天地良心。人到无生，那么就是自性弥陀呀，我们还要念念在念佛，那么也是归元无二度。要讲在精进打破机都要精进呢，我们安排好了环境，交代好了，嘱咐好了，准备好了，大热的天呢，我们从老远的就赶来了，为的那么赶着他生死，了生脱死的心切，这样子才赶来了。
用一番功夫求了生陀时，达到我们呢，在万事纷纭中求一点，说是偷得浮生半日闲。那么在世间呢，万丈红尘中得到了无上甚深微妙法，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遇到大佛起的机会呀，就到说是清凉山上，人一摊边，我们用得七天的功夫，那么来了之后啊，拖泥带水啊，还想象家里的、家外的，那么种种的，那么渐渐念的世间的都忘却了，不管他，就随他去。但有同修的莲友，可以真实的度上善人呢，带着一通拜、一通绕、一通坐，翻音嘹亮，至诚恳切，如此一母就这么念。念的好处，我看莲友，那么都在那就不动，在那打坐。那么念的好处呢，拜佛拜的清安，心里安定。那么绕呢，绕来绕去的，一自性佛绕弥陀佛，一直弥陀佛开显我们自性佛，自性弥陀。那么处处都是一片佛声海，大家心呢都是一片呢恳切的心，庄严的佛殿，庄严的佛堂，那么真是感到三生有幸，今生所以得着念佛法门的大家，那么同修的莲友一同聚会，同修无上的法门，太欢喜了，这就一直念去了。世间一切一切这七天内都随他去，这样子一字跟一字，一句跟一句，念念相连呢，那是真是大精进。一字跟一字，一句一字，就这么大精进，说是念呢，念到一心呢，就是禅定。名字很多呀，这是无生法忍，说是念佛三昧，也叫做一心不乱，也叫做禅定，也叫做定慧不二，名字不同，实在都是一心念佛，那么都是心里在禅中，而心里在定中。这时候错不是有大智慧人呢才能把握这个，那么千载一遇啊，千生难遇啊，这几天可是用功用到相应处，能把它延长起来，那就是大般若。那真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所以我们要下手用功啊，是六度七修，那么归元无二度啊，都会得一心。那么发法呀，偷偷啊都是道，
太好太好了。说是我们也不晓得这个，也不晓得那个，那么就讲讲佛法。那么诸位都念得很好很好的，哎，都在那一心念，那就不用我多讲话。还是一心念起，皆称净净，妙妙妙妙，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Uh-huh.